梁，多謝大家參加今日嘅網上研討會，亦都好多謝圖書館咧，係俾呢個機會我哋去介紹我哋嘅服務。咁今咁我而家咧就先share我個屏幕先，請稍等一下。大家見唔見到我個屏幕啊？見到，見到。唔該曬，好。咁咧再次介紹一次我自己啦。咁我叫 Rachel， 我係安老自助處嘅社區服務經理。咁今日嘅講座咧就會分幾部分。首先我會介紹下安老自助處同埋我哋華埠一站式就業中心，跟住會講下一啲唔同嘅服務，包括係對求職者啦、一啲就業訓練班，同埋我哋好高興請到三位學員去分享佢哋上課嘅經歷同埋揾工嘅一啲心路歷程嘅。咁亦都有一啲係俾僱主嘅服務，同埋亦都有啲小商業嘅服務，會簡單介紹一下。先講下我哋安老自助處。我哋安老自助處喺1966年咧已經喺三藩市嘅華埠嗰度成立噶啦。我哋每年咧係服務超過40,000個長者。咁我哋嘅辦公室咧係分布喺灣區五個縣，包括 San Francisco、San Mateo、Santa Clara、Alameda 同埋 Contra Costa 嘅。我哋安老自助處提供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包括有一啲長者營養同埋活動中心，咁分布喺灣區14個唔同嘅地方，咁係會派餐俾啲老人家嘅。亦都有社會服務部啦，就係可以幫啲老人家去睇信啊，或者係轉介一啲社區嘅資源啊，同埋福利啊，亦都有啲長者同殘障人士嘅資源中心係提供俾大家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一啲房屋服務啦，同埋房屋嘅資助，亦都有交通嘅服務啊，同埋如果係長者嘅話咧，你想了解多啲 Medicare 同埋唔同類型嘅醫療保健計劃咧，我哋亦都有啲一對一嘅諮詢服務嘅。同時咧，我哋亦都有啲臨終護理同埋療養服務，有長者電腦班、入席班、日間護理班，同埋一啲長者護送計劃。即是如果你的長者想去看醫生啊，或者去 office 啊，去買餸等等，如果是擔心可能是個人安全的呢，我們會有一班很專業的護送小隊去安全地送你去到那個不同的目的地的，而且我們所有的服務呢都是免費的。咁除此之外咧，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安老自助處咧係咪淨係係俾老人家嘅服務咧？其實就唔係嘅。咁因為喺過去50年咧，安老自助處已經係不斷去擴張我哋嘅服務啦，所以我哋亦都有啲係俾18歲以上嘅市民都可以參加，就好似我哋今日我要詳細介紹嘅就業服務啦。咁我哋嘅就業服務咧，就係由華埠一站式就業中心去提供嘅。我哋嘅辦公室係喺三藩市嘅 Chinatown 601 Jackson 街。咁呢個華埠一站式就業中心喺2010年就開始營運啦。我哋歡迎任何18歲以上嘅市民咧 walk in 啊，或者係同我哋預約過嚟，同我哋嘅職業顧問進行啲一對一嘅諮詢，同埋係有唔同嘅服務嘅。我哋呢個中心入面亦都有一啲免費嘅電腦同埋上網同埋唔同類型嘅服務啦，或者幫你去交電話費等等嘅。咁所以咧係歡迎大家可以隨時過嚟我哋呢度去了解我哋嘅服務啦。咁我哋呢個中心每年咧係服務超過5,000個訪客、800個求職者同埋300個小商業嘅。我哋嘅服務亦都係非常之優質啦，係受到全國同埋全國際性一啲機構嘅驗證同埋證書嘅。跟住落嚟咧，我就會介紹下關於求職者嘅服務啦。咁因為隨住可能EDD 佢亦都冇一啲額外嘅金額啦，同埋而家經濟係逐步重新開放，好多公司其實都係再重新請好多唔同嘅職位。咁對於求職者嚟講咧，而家一個好重要嘅時候去重返呢一個職業嘅市場。咁我哋有一班好有經驗嘅職業顧問咧，係會幫你了解你嘅就業志向，睇下你想做邊一方面嘅工作啦，跟住就會協助你去搜查一啲職位嘅空缺嘅。同時，我哋都會為你做一啲一對一嘅職業諮詢啦，包括幫你整一啲就業計劃啊，幫你寫履歷表啊，同埋幫你準備面試。而且我哋同好多唔同嘅雇主同埋政府都有緊密嘅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最新的劳动力市场的资讯。我们亦都举办很多不同的招聘会，就好像一些公司可能他要请很多个职位的话，他们会来我们的办公室去做一个面试啦，甚至职场是给 offer 的。所以好像上11月的时候呢，我们就跟政府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招聘会，是吸引了800个求职者过来的。我们也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社区资源啦，所以你来到我们的中心呢，如果你未必一定是找工，但可能是想找其他不同的服务啊，例如补助啊、房屋等等，我们都可以转介你去不同的部门的。我们的一站式呢还举办一系列不同的培训课程，我们现时主要有三大培训课程，第一商务清洁，第二家居电器维修培训班，同埋第三家居护理员或者是护士助理嘅。咁我哋阵间亦都会有三位学员去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喺呢个课堂上面学到啲乜嘢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叫劳动力支援计划，其实咧就系叫做交通补助。如果你系要去面试啊、去揾工啊，或者去上呢啲培训班咧，我哋可以有啲交通津贴系帮补下你嘅。我哋嘅所有嘅培训课程咧都系成效非常之显著，有 85% 至 90% 的求职者在六个月之内都是会成功找到工的。跟着我就会逐个介绍我们一些培训课程。第一个培训课程就是商务清洁，这个是一个108个钟头的课堂来的。那学些什么呢？我们会教你怎么用一些商业清洁的设施啊、化学用品啊，同埋一啲基本嘅人身安全，咁亦都会教你一啲系做商务清洁时候一啲职场上嘅英文啦。咁呢个课程我哋系同三藩市市立大学一齐合作去提供嘅。上完呢个课程之后咧，你就会攞到一个政府认可嘅证书，同埋我哋嘅职业顾问咧，亦都系会帮你去揾工作，同埋做翻一个职业嘅计划。如果见到有任何嘅清洁的公司啊，或者不同的办公室咧，系要请人的时候，我哋都会第一时间去转介呢啲工去俾大家嘅。咁读完呢个课堂咧，可以做啲咩类型的工呢？咁你可以做普通商务清洁工啊，或者去一啲政府机构嗰度做，或者系一啲医院同埋医疗中心咧，都系好需要我哋呢啲清洁嘅职位嘅。咁起薪嘅话咧，系可以去到$17至到$27不等，就视乎你喺啲乜嘢唔同机构嗰度做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这个班，那需要有什么资格呢？首先你的英文呢要在市立大学那里是有最少四级或以上，第二是可以拎起50磅的重物，还有你是能够是确保这四个月呢都是可以得闲去上这个课堂的。那我们下一次的培训班呢就会在2022年1月底就会开课的了，即是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就会开课。咁我哋个课程就会系线上，即系 online 啦，同埋系一啲亲身课堂上咁嘅教学混合嘅。如果大家系想参加呢一个培训班咧，咁就可以同我哋一站式联络。咁我阵间都会将嗰啲联络方式系摆出嚟嘅。咁我哋好开心今日就可以邀请到阿 May 同我哋讲下佢读呢、佢啱啱完成呢一个商务清洁培训班。成功畢咗業啦，咁有請阿 May 講下佢個成個過程啊。Hello， 大家好，我係May 昌照，我喺中國嚟嘅，廣東，中國廣東嚟嘅，我嚟咗呢度16年啦。而家我啱啱11月10日。啱啱喺温老自助去读完嗰个课程，清洁课程班，即系我吸收到呢，即系好多嘢。老师教我哋，有嘅清洁 skill 啦，chemical 啦，同埋嗰啲 equipment 啦，同嗰啲safety 嗰幾種係重要嘅，喺入邊我都識得好多同學，仲有一個
都幾重要嘅。要個老師教嗰啲係咪我哋啲 interview 嘅，要一個課程仲要 interview 嘅，教 interview 都對我哋都好適應啦。因為我哋啲英文嘅程度唔係好高，所以佢教得都好好。在入边同啲同学沟通都几好，有啲同学系即系比我哋叻啲啦，系嘛？因为我嘅程度系低啲，入边啲同学有啲系嘅程度嘅英文程度好高，入边或者有啲咩唔识嘅，佢都要教。我哋要系好识英文咯，两个老师，一个老师系教啲。我哋啲 tools 點去運用啊？咁有一個老師係教interview 啊，兩個老師都係識中文嘅。我哋咧英文唔即係啲英文係唔即係入邊學到佢講英文啊，我哋唔係好理解咧，佢都會轉翻轉頭講我哋聽用中文解釋得好清楚。咁我聽阿 May 你咁講，其實如果就算可能有啲同學咧，佢哋驚話啊，我英文唔係幾好啊，會唔會唔適合呢個班？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噶咯，係嘛？因為啲老師都好幫得你手，係咪？而且佢哋又識講中文。係啊，係啊，兩個老師啲咧中文都係好流利嘅，啲佢解釋得又好清楚嘅。即大家系学过个课程班啦，即你哋放心，唔使惊。咁我又想问下May，你读完呢个班之后，有冇开始揾关于清洁呢方面嘅工？有冇开始做啊？未啊，即啱啱要一个 interview 完咗佢，但系话做到一半，呢个星期嚟紧咧，第二次 interview。呢个星期五去第二次 interview。咁睇嚟其實都係有好多機會嘅，係嘛？咁我係啊，安老今日係安老讀，係安老讀咧都好好嘅。佢提供咧即係咧職業啊，俾我哋去揾，即係嗰啲工作啊，俾我哋去揾啊，提供咧工作。咁我阿 May 話祝你今個星期五嘅面試咧係可以順順利利成功嚇。好啊，阿 May 佢係佢讀呢個班嘅時候，佢係好俾心機啦，亦都即係同同學之間相處又好融洽。咁我哋安老自助處佢即係我哋嘅角色咧就係從中佢讀個課程期間睇下佢有咩需要嘅時候，我哋就會提供幫助啦，例如包括一啲交通津貼啊。或者是一些建議啦，讀完之後我亦都好似頭先所講，有啲咩工見到咧，都會係分享俾所有個學員嘅。咁我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下你嘅 May， 咁你覺得讀呢一個課程入邊你覺得最大嘅得著係乜嘢啊？啲學最大嘅得力係啲好多。好多嘢都唔系好明咯，即系样样嘢都学得好，都好明咁。即系我哋学清洁啊，又好明，即系知道佢嘅程度，佢嘅点去做法咁啦。即系 interview 学嘅 interview 啊，亦系知道而家你系去 interview 啊，即系差唔多啲要要啲面试嘅技能咁嘅啦。即是学识很多面试的技巧。那有没有少少面试的技巧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如果大家即是可能在座这么多位将来有兴趣读这个班或者投身这个行业的话，或者有没有一些建议是给想读这个班的同学仔？我的当然建议那英文的。英文係嘅程度唔係話算好高啊，梗係讀安老好啲咁啦。入邊啲兩個係讀
中文老师啦嘛，即系对大家都好要帮助。嗯，明白，唔该晒阿 May。好，咁系啦，咁听完阿 May 分享，大家即系我都鼓励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唔需要担心自己英文程度嘅，咁都系积极去再探索多一个新嘅唔同嘅就业领域，俾自己多一个唔同嘅机会啊嘛，学多一个新嘅技能。咁跟住我就会介绍下咧，系第二个培训班。就是護士助理培訓，咁呢一個班咧就係一個160小時嘅課堂嚟嘅，咁係幫你去進入呢個醫療保健行業啦。咁喺呢個課堂上，你可以學一啲護理嘅理論同埋一啲臨床嘅實踐。完成咗之後咧，你係要去考一個護士助理嘅能力測試嘅。咁測試完咗之後咧，你測試係分兩部分啦，第一就係書面，第二就係技能試。咁完成咗之後，你就會正式成為護士助理，同埋獲得呢一個家居護理員同埋護士助理嘅證書嘅。咁呢160小時嘅培訓咧，咁係為期6星期啦。亦都係一個比較密集式嘅培訓嚟嘅，因為佢係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早7點去到下午4點。咁所以都係要預咗全日都要去上課啦。而呢160小時入邊，其中60小時係學理論。100小時就是學實習的。咁成個課程咧，我哋都係同Nightingal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一起合作去提供俾大家。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大家可以成為療養院嘅護士助理，或者係喺啲醫院或者急症中心入邊做一個牌照認可嘅護士助理，亦都可以做一啲家居護理員嘅工作。咁呢一個培訓班，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係需要符合以下幾個條件啦。第一就是你的英文要去到6級或者以上，第二就是你是有兴趣真的投身在这个医疗保健行业，而且你的目标是专注在急症护理、长期护理机构或者是居家护理的环境，同时也都是你需要确保这6星期都是能够去完成这个课程的。我们下一次的培训班就会在2022年的2月开始。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向我哋安老秩序處去了解更多啦。咁跟住我亦都好開心，今日請到阿 Lee 佢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做讀呢個護士助理課程嘅時候嘅一啲點點滴滴。Hello， 阿 Lee。Hello， 大家好。Hey， 你哋好。我係 Lee Jin Lee， 我啱啱完成咗我嘅護士助理課程。我嚟咗美國差唔多20年啦，因為疫情嘅原因咧，咁就冇咗份工啦。咁但係我就好幸運，就係睇新聞嘅時候咧，知道安老有一個培訓課程，所以我就打電話去參加咗啦。而且喺10月嘅時候咧，就完成咗，同埋咧就考到我個牌照。然之後喺安老自助處的顧問熱心的幫助之下，我也很快找到工作了。然後在11月尾的時候已經開始上班。護士助理課程就那間學校都挺好的，我覺得因為先生都很有經驗的。然後在網上上堂，上完堂之後我們就會去一間長期護理中心那裡去實習的。實習的過程裡面老師都會給很多的經驗給我們，教我們怎樣去做還有在護理的過程裡面，如果遇到有什麼難題是要怎樣去解決，還有要怎樣去變通這樣都學到很多東西。之後學那些東西，我覺得在我做工的時候是對我幫助很大的，因為跟書本上面是完全不一樣。然後老師都很有經驗，我就將老師的經驗運用在我現在做的工作上面啦。然後那個課程一開始我都有些擔心，怕我自己是讀不來，但是其實讀下去之後我就開始慢慢就適應了，所以就都挺有信心一直做下去這樣。還有個挑戰就是你真的有心理準備要從事這一行，然後你要想多一步，不是只是書上面講的那些東西，實踐起上來呢是還有很多的難題的，但是你都不用擔心，老師會逐步逐步教你的。
咁然之後，我都好開心啦，可以重新再投入去另外一個職場裏邊。咁雖然依家我算係中年再起步，但係又係喺安老嘅幫助之下咧，咁我都好順利咁再投身個職場，同埋喺學習嘅過程裏邊咧，安老俾咗我哋好多個幫助，又幫我哋安排接送巴士翻學放學，所以完全都唔使擔心話交通嘅問題。又幫我哋安排時間去考試啦，又車埋我哋去考試添，真係非常之好。呢、這個係真係好大好大嘅幫助對我哋嚟講。亦都分擔咗我哋嘅壓力喺我哋做功課啊，同埋喺學習嘅過程裏邊咧，安老中心嘅工作人員咧都好熱心咁嘅幫我哋。有乜嘢問題，我哋一問佢哋就即刻咧俾到我哋feedback 啊嗰啲嘢。真的很好的，所以这个护理课程，如果你真的有心向这个护理发展的话，安老这个课程真的很好，而且我得着真的很大很大。刚才听你的分享呢，我很喜欢你说其中一句话，即你觉得年龄其实不，我觉得年龄就不是唯一一个可以限制住你幾時去做啲咩嘢，即係就算可能你話，雖然你話自己係中年再轉，但我覺得完全係唔會覺得遲。只要你係有心去發展嘅話，你係一定可以做得到，唔需要擔心自己話能力唔夠，最緊要係有嗰個決心。係，我都好開心見到你可以有一個新嘅技能啦，去一個新嘅領域去發展係。咁阿Lee Jun，我想問下你而家喺揾工方面嘅情況係點樣咧？我揾工其實好多好多地方都請 CNA， 真係好多好多，因為一嚟職業顧問有發好多嗰啲求職嘅信息俾我哋啦，同埋喺發嗰啲求職信息嘅時候咧，你只要你去click 入去，你登記咗之後咧，嗰啲連結咧，嗰啲網站咧，都會每一日咁樣更新嘅資料俾你噶。你只要去嗰度登記咗之後咧，你每一日都會收到好多好多。嗰啲求職嘅嗰啲工嗰啲地方係需要人嘅，我一日都收到成四五個 email， 然之後每一個 email 裏邊咧都會有四五份工、五六份工。雖然唔係全部100%喺三藩市，有啲係喺外邊啲城市，但係我覺得都係好多地方請人而且佢哋係要請係 CNA。是要有牌的護士助理，不是那些普通的caregiver 那些東西，所以這個課程是非常有幫助的。聽你這樣說，現在對於 CNA 的需求是真的非常之大，真的有了這個牌，其實你不用怕說找不到工作，反而是你要選擇應該想做哪個機構。是的，沒錯了，沒錯了，總之你不用擔心。咁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下你就係、可能有好多聽完你嘅分享咧，都好想去快啲報名參加下一期。咁你有冇咩建議係俾啲想投身呢個行業嘅同學仔咧？就係唔好擔心自己做唔到，一定要有信心，對自己要有信心，唔好驚，唔好驚啊！唔好似我之前都係驚自己英文唔得啊，或者即係面對住嗰啲patient 啊，或者會唔知點樣做啊，唔使驚，唔使驚，因為呢個課程佢就係教你去點樣做。只要你有心想投向呢個行業，你就唔使擔心嗰啲老師啦、課程啦，同埋安老嘅顧問都會好幫你噶。你所以你唔使擔心。好多謝曬你呢張。咁睇下最後你仲有冇其他嘢想補充？就是想多謝安老啦，舉辦呢啲課程真係幫到我哋，真係真真正正幫到我哋，真係好多謝你哋。唔使，多謝，即係最緊要係即係幫到大家，係我都好戥你開心。唔該曬你。多謝。好，咁下一個課程咧，我哋就係講下家居電器維修。咁呢一個課程咧，就比頭先嗰兩個課程咧，為期係短啲嘅，咁就係一個月嘅。咁呢一個月嘅課程會幫你去做一個電器維修師，咁佢會教你一啲電器維修嘅基礎知識啊。然後我哋會集中教你點樣整洗碗機、洗衣機同埋乾衣機，
亦都會好似頭先嗰兩個課程一樣啦，教你喺呢個行業上面嘅一啲職場英文。同埋最好嘅一點係咧，我哋仲會送你一個免費嘅工具箱，入邊有電鑽啊，同埋各種維修嘅工具。咁啊，同埋你可以喺導師嘅指導之下咧，就開始接一啲有錢嘅工作噶啦。咁導師亦都會喺隔離嘅從旁指導啊，大概一個星期，即係睇下你做得啱唔啱。然後同時你係可以直接攞緊薪金噶啦。咁平均每一份工作咧，最少都可以攞到$100一份工嘅。咁係其實都係幾好噶，對於呢一個薪酬嚟講。咁我哋呢個培訓計劃咧，就係同 Nana Academy 一齊合作去提供嘅。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你係個薪酬咧有機會可以$5,000或以上啦月入。同埋另一個好處就係你嘅工作時間係非常之靈活，因為你可以根據你自己嘅時間表去接工作啊，同埋睇下你想揀邊啲 location 嘅工去接啦。咁如果你想參加呢一個電器維修嘅培訓班咧，有乜嘢資格咧先可以去參加咧？第一就係你嘅英文程度要去6級或以上，第二就係你可以攞50磅以上嘅物品啦，第三就係你需要有一部可以通訊嘅手機，因為我哋去嗰啲同學接嗰啲工作嘅時候咧，係透過一個手機軟件喺手機度直接操作嘅，同埋你亦都需要去同你啲客人去聯絡時間地點嗰啲噶嘛。咁另外亦都係最好就需要有一個車牌啦，咁你可以上門去唔同嘅地區去幫人哋整維修家具電器。最後就係你需要去通過一個藥物同埋背景嘅審查。我哋下一次嘅電器維修班咧就已經定咗日子，就係2022年2月7日去到3月11日，咁就係大概一個月左右。咁上課時間咧，通常就係星期一、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咁大概半日嘅時間。咁其中有多數都係線上上課，其中有一個星期咧就需要去到屋倫或者係阿拉米達嘅一個Nana Academy 嘅嗰個中心嗰度去直情去親身去整一啲電器咁樣嘅。咁我哋今日亦都係請到其中一位學員Andy 咧，佢同我哋分享一下佢上家居電器維修班嘅一啲經歷啦，同埋佢而家揾工啊，去甚至係已經開始做嘢時候嘅情況嘅。有請 Andy。Hello， 大家好，咁我叫 Andy 啦，咁我移民過嚟美國已經10幾年啦，10幾廿年。咁因為嗰個疫情嘅原因啦，咁我原本喺酒店做企台嘅，咁疫情之後就一直都處於失業嘅狀態啦。咁後屘我見到安老舉辦咗呢個家電維修班，咁我覺得，係唔係一個好嘅機會俾我嘗試下另外一種學到新技能，喺新嘅職業方面可以發展下咧？咁我報咗名，咁我啊參加咗呢個班，咁學到經過呢個班咧，學到新技能，咁個班咧非常之好，咁 Angela 咧就根據同學嘅唔同嘅需求啊，咁樣就回答同學嘅問題啊，同埋啲英文程度類似我呢啲咁嘅，唔係基礎唔係咁好嘅，咁佢咧就將啲資料翻譯成中文，咁對於我哋啲學員嚟講咧，就學新技能咧非常之有幫助，因為你提高我哋非常之容易 pick up 到嗰啲嘢。因為盡快進入嗰個狀態學，即係話學到啲新技能嗰個狀態，咁啊學到啲嘢快啲。咁經過咗呢個班，咁我哋即係畢咗業之後咧，咁我就同 Anna 嗰度做嘢，咁我覺得非常之好，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時間比較鬆動。你如果時間即係話你自己安排，你中意接工嗰陣時就接工，你中意話我有嘢做，我唔接，我暫時唔接，咁你又可以遲啲接又得，咁即係時間比較自由。咁同埋安老咧就非常之好舉辦呢個班，因為佢對於新學員嚟講咧，佢提供啲工具津貼啊嗰啲，對於我哋啲新入行嘅人嚟講係非常之有幫助。
我覺得如果有興趣在呢行發展的即係嘅學員咧，我覺得又冇咩可以顧忌嘅，因為你學到呢個技能咧，第一個你可以揾工，第二個你可以喺屋企對你自己又好幫助，因為你屋企個個人都有家庭維修咁啊，咁你有時遇到啲咩問題，你自己可以即係話可以整翻，咁你慳翻好多錢，講句真話係咪？所以呢個班係非常之實用同埋好嘅，即係。咁你畢咗業，咁你就覺得打工又得，自己出嚟做又得，好自由。所以我覺得呢間非常之好。有興趣喺呢方面發展嘅人咧，我覺得盡睇到消息嘅，盡快報名參加。所以多謝 Andy， 再多謝安老提供呢個班俾我哋 ，thank you 啊！多謝你嘅分享。咁我又想問一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嗰一個月之內咧，係大概個上課嘅流程係點樣，同埋係學啲咩類型嘅知識咁樣啊？最主要上課嘅流程咧，就 Angela 開頭佢即係安排呢個班咧，就教我點樣去 interview 啦，同埋教我哋嗰啲專業名詞嗰啲嘢啦，同埋工具啦，因為我對呢一行咧係完全係一個門外漢嚟嘅。根本上就冇呢方面嘅知識嘅，咁當時開頭咧覺得佢好比較心急，因為擔心自己即係話哇咁短時間 pick up 咁多嘢，會唔會即係話少咗啲啊咁樣？咁後屘咁我就將呢樣情況同 Angela 佢哋講啦，因為但係就 Angela 就多。好鼓勵我哋，同埋佢哋根據同學嘅情況咧，將啲工具啊、嗰啲名稱啊、同埋啲機器啊入邊嗰啲專業名詞啊，就翻譯成咗中文，非常之有幫助。咁喺呢個過程咧，咁對於我哋即係話接受呢方面嘅知識咧，就容易好多、快好多嘅。咁係對於。即係話對於我覺得對於我哋啲移民，即係英文唔係 native language 啲人嚟講咧，就非常之好嘅。係咁讀完咗呢個課程，咁根本上就就直接同 Nana 嗰度掛鈎，即係話你可以直接去佢嘅公司嗰度接工做。咁啊，即係實習連埋揾錢都係都係同一時間你都會有嘅。咁你話自己想出嚟自己接工做又得，即係話你自己可以自己出嚟接出邊嗰啲工啊，自己即係話揾顧客啊，自己接嚟做亦都得。所以佢呢方面係非常之好，比較鬆動咯。即係話即係話俾你自己一個好自由嘅選擇。嗯嗯，係咯，我頭先覺得你有一點人係好好得意，我好中意就係，就算你讀完呢個課程，你最後決定唔投身呢個行業，你都識自己整屋企嘅電器，其實係絕對係百利無一害咯。呢個課程即係非常之幫到大家，亦都係一門技能，好重要嘅技能啦。係啊，好實用。咁 Annie， 你而家有冇開始都接緊唔同類型嘅工啊？我而家都幫緊 Annie 做緊啊，我已經做咗七份工。七份工话咁好多喎，通常系啲咩类型嘅工啊？整啲乜嘢啊？可唔可以讲下你接呢啲工啊，同埋做呢啲工嘅经历啊？好啦，咁话我接嗰啲工咧，就我哋最主要就系干衣机同埋洗衣机咧。咁好多情况下咧，佢上课咧都关于呢方面嘅嘢。咁你接工咧？我哋接嗰啲咧，多数都系遇到有啲问题啊。有时啲顾客未必系部机有问题嘅，系啲顾客唔识用部机，然系出现故障嘅。咁你去到嗰度咧，其实相对嚟讲接到呢啲工咧就比较简单啲啦。咁你去到即系教识个客点样用翻呢部机，即系reset过佢，咁佢就部机喐翻噶啦。咁呢啲就容易啦，系咪？呢啲钱赚咧比较容易。但系如果佢真真正正有时佢话，佢滲水喎，佢譬如佢啊，佢都完全冇，即係話佢都完全都唔著嘅喎，即係話即係冇電入部機嗰度喎，咁你就玩故障咁咯。咁去到嗰度有時就點講啊？去到嗰度一定要耐心咯，
即係話顧客咧，佢有時咧就取於即係比較緊張嗰個狀態，因為佢有時個部機壞咗，佢冇得用啊，佢自己都好緊張啊，嗱聲想有人幫佢整翻用啊咁。但係你就要 patient， 即係話一定要耐心。即係遇到呢種情況就，因為顧客有時有情緒嘅，咁自己咧你就唔可以有情緒嘅，你係提供服務俾佢啫，你過去係整機嘅啫。咁你即係話俾佢聽，你 take care 佢啲嘢，咁基本上啲客人咧都係好 understanding， 你幫佢解決到問題咧，咁就係佢都非常 appreciate 即係話你做嘅嘢嘅。咁我曾經試過一份工，咁做得好嘅情況下咧。total 做完佢份工咧，我哋都攞到$60嘅 tips 嘅。哦，咁好好喎、啊！聽你咁講，係呢個行業其實係亦都係需求好大，而且唔慢做咯，即係而且一個月嘅課程就可以幫你去學習呢個新技能同埋進入呢個行業，所以係非常之值得去報名啦。嗯，但係邊做邊學都係要邊做邊學，都係重要好多。係，係非常之好。多謝 Andy 你今天的分享，多謝你。是啊，好，這樣我們剛才就介紹完三個不同的就業培訓班了，再一次多謝三位學員今天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經歷啦，非常之就是他們的故事非常之勵志，也都是能夠幫到大家去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計劃的。咁跟住我就會想介紹一下，除咗係幫我哋機構，除咗幫一啲求職者之外，亦都有啲係幫僱主嘅服務。咁大家睇到左手邊呢一個咧，就係一個 job order 啦，就係如果在座各位或者你識嘅朋友佢係僱主想請人嘅話咧，可以同我哋嘅中心講你係想請咩職位啊，時薪幾多啊，同埋你個工作時間、地點同埋所需要嘅技能等等，我哋就會幫你建立一個招聘啟示貼喺我哋一站式就業中心。咁頭先都有提過，我哋嘅中心平均每年係有幾千名嘅訪客，咁佢哋就可以增大你去揾呢個僱員嘅機會啦。同時我哋亦都有一班經驗豐富嘅職業顧問，可以幫你留意住有冇啲乜嘢適合嘅求職者係啱你呢份工，然後轉介俾你去做面試嘅。咁除咗呢一個招聘啟示之外咧，你見到右手邊呢個就係一個招聘會。頭先都有簡單提到，就係我哋會經常幫唔同嘅僱主舉辦一啲大型嘅招聘會。十一月份嘅時候就係同政府去三藩市政府咧搞咗一場喺渡輪碼頭，咁有超過50僱主唔同嘅大型公司咧係嚟到渡輪碼頭嗰度擺台，親自去見啲求職者嘅。當日亦都係有800求職者係嚟到現場，甚至有啲公司啊，例如一啲USPS 啊、政府工啊，同埋唔同嘅一啲機構咧，都係有即場面試同埋俾呢個 offer 啲招聘人士嘅。除了是幫這個僱主之外，我們也都提供一些小商業的服務。我們有一個叫做商務專員的計劃，在2018年就開始了，主要就是服務日落區和華埠的小商業。我們會提供各種不同類型的服務，包括是幫他們申請補助金、貸款、申請牌照。同時如果他們在法律上或者租約上遇到任何的問題，我亦都會轉介去一些律師的協會去進行一個免費的法律諮詢。如果有些商業他是經營已經超過30年的話，我們亦會幫他申請一個叫老字號企業的計劃。這個是由司長去頒發這個老字號的獎項給那些小商業，表揚他們對社區的傑出貢獻的。咁我哋亦都會舉辦我哋參加唔同類型嘅社區會議啊，去聽翻啲社區同埋小商業業主佢哋嘅需求，從而去匯報翻俾啲政府，同埋同政府商討有啲乜嘢更好嘅方案可以幫助呢個小商業社區嘅。我哋每一個月亦都會進行一個商業走廊嘅統計，即係會更新翻睇下而家有咩鋪頭係轉咗手，或者係閂咗門，有咩鋪口係新開嘅。咁呢個數據咧，我哋就會去匯報翻政府啦，同都係去作出唔同嘅計劃去改善呢個社區嘅。咁最後我哋亦都會舉辦一系列唔同嘅小商業講座，例如過往我哋曾經搞過 EUP 啊，幫啲小商業去進行網上推廣啊，舉辦過一啲法律嘅
知識的講座，同埋係教大家而家有啲乜嘢係聯邦政府、加州同埋市府上邊嘅一啲資助計劃可以申請嘅。咁如果大家對呢一個小商業服務係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見到上面呢個聯絡方式啦，打電話或者加我哋嘅微信，因為我哋建立了一個是全三藩市的小商業微信群，已經有超過400個小商業在裡面了。如果你有認識任何朋友是在三藩市經營小商業，都可以叫他們加我們這個微信進入這個群，獲取最新的一些關於小商業的補助和一些法規等不同的最新資訊。我們除了 Chinatown 的 office 之外，有個好消息，就是我們新開了兩個辦公室，在日落區和列治文區。列治文區的地址就是5757 Gary Boulevard， 日落區的地址就是3133 Parallel Street。 如果大家是想接受我們的免費服務，都可以去華埠、日落區和列治文區這三個不同的辦公室的。我鼓勵大家可以打這個電話415-677-7500，和我們先做個預約，或者是亦都可以walk in， 我哋都接受walk in 嘅。咁所以大家對於我哋任何嘅免費就業服務啊，或者頭先提嘅三個培訓班啊，同埋小商業服務、僱主服務有興趣嘅話咧，都鼓勵你哋係透過電話同我哋去聯絡同埋查詢嘅。咁多謝大家今日參加呢一個網上研討會啦。咁我嘅presentation 咧就到呢度完畢。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咧，都歡迎向我查詢嘅。係啊，所有我啱啱咧將unmute 熄咗。你哋都可以如果你想有啲咩問題問 Rachel， 你可以取消靜音。你哋而家可以問問題噶啦，或者你中意咧，你都可以將你嘅問題打喺 chat 裡面，咁我可以讀出嚟嘅。Rachel， 我想問一下咧，喺 Richmond 同埋 Sunset 嗰兩個 offices 咧，係都有就業服務提供嘅，係咪啊？係啊，我哋目前咧，我哋 Sunset 個辦公室咧就暫時星期，因為我哋係啱啱開咗冇幾耐啦，亦都係想更多人係知道我哋開咗呢個辦公室。咁我哋目前 Sunset 就係星期三，我哋會有職業顧問喺嗰度上班。列治文區咧就係星期四會有職業顧問在那裡上班，而 Chinatown 的辦公室呢就是星期一至五早上九點到五點都是開門的。如果之後的列治文區和日落區的需求增加的時候，我們都會延長開放時間。 OK， 如果想跟職業顧問談，是要 make appointment 先的，是不是？最好就是 make appointment， 即是打電話415-677-7500，咁亦都可以係歡迎 walk in 嘅，即係星期一至五朝早九點到五點。請問如果想見嗰個職業顧問咧，嗰個 appointment 係大概幾耐？係咪大概半個鐘、15分鐘，抑或一個鐘？咁其實就睇翻嗰位求職者佢嘅需要，同埋係睇佢準備自己準備咗幾多啦。咁我哋亦冇話一個時間長度嘅限制嘅。咁初步我哋會同個求職者傾下，了解下佢想做邊一類型嘅工，同埋佢嘅背景，即係有啲邊方面嘅技能啦。咁然後我哋就會開始幫佢整一個履歷表。如果佢係未有任何呢方面嘅準備嘅話，我哋幫佢寫一個履歷表啦。同時亦都會開始幫佢揾下有啲乜嘢嘅工而家係適合佢去做嘅。咁有時我哋未必係話淨係見到個職業顧問一次嘅，可能佢會定期會翻嚟再睇下有啲咩嘢工係更新，或者係我哋有咩其他新嘅服務都可以幫到佢。咁有時唔一定話次次都要嚟我哋辦公室，因為我哋嘅職業顧問咧，佢哋都經常會打電話去同翻啲求職者去跟進翻佢目前嘅就業情況啊，同埋有冇其他嘅服務係需要我哋去幫手咯。明白。
想請問你哋個職業顧問係識講國語係咪？都廣東話、國語、英文係咪啊？係呢個問題好好，我哋嘅職業顧問咧係識廣東話、粵語、英文，亦都有西班牙文嘅。Okay, 所以我哋所有我哋唔係淨係話服務華人啦，我哋係面向所有嘅公眾都係歡迎係接受我哋嘅服務嘅。OK， 明白。同埋仲識講越南文，仲有粵語。OK，OK， 明白，明白。請問大家有冇問題？對 Rachel 或者對學員有冇問題咧？同埋都可以提下大家啱啱介紹嗰三個培訓班咧，都係名額有限嘅，大概係招十至十八個學生啦，每一個班。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盡快同我哋職業顧問聯絡，咁我哋可以同你初步了解一下，睇下你符唔符合我哋嘅嘅報名嘅資格啊，跟住去幫你去申請嘅。如果他们 miss 了来跟一月和二月的那个那个报名时间大概是几时会再有呢？通常我们一年会搞两次、啊、但是下一次就时间就未定，但可能是年底咯，会是2022年的年底了。OK， 明白。OK， 多謝曬你 Rachel， 亦都多謝Lee、May 同埋Andy， 非常感謝你抽出寶貴嘅時間同我哋分享安老提供嘅服務同埋你啲個人嘅經驗，咁亦都感謝大家抽空參加今日嘅講座，希望你哋對講座嘅內容都有幫助。我會將Rachel 嘅演示文稿、錄音連接和一份評估計劃咧，會評估調查咧會 email 俾你哋，咁希望你哋俾我哋一啲意見。咁最後多謝再次多謝大家，希望你哋有愉快嘅下午。拜拜，拜拜，多謝。謝謝